我相信其他人其实都有在听了，然后都常哦真的遇到新的音乐人，然后聊一聊，聊到一个 level 的时候，就会说：“哎，你有没有听过那个谁？”我说：“你是要讲独立音乐岛？”我说：“对对对。”我现在这是伏地魔，名字不能随便讲出来，很可怕，讲出来。都邪教都是有点熟的时候才问说，你有没有听过独立音乐岛？其实我也是教徒，其实我就说哦，是教徒哦。